月初与德韩混血结婚，两人甜蜜的感情羡煞众人，但朗朗却不断被曝大男人不贴心举止，惹怒不少网友。继行李事件后，近日朗朗在网上晒出与妻子的背影照，照片中两人在伞下背对镜头望向远方，两人紧紧贴在一起，画面超有爱。但却有网友发现雨伞似乎是有脚爱笑的 G 娜娜，再度引发热议，纷纷怒批：作为男人都不打伞，无语了，打伞不是应该由男生来的吗？到底谁是小公主？不过在一片骂声中，有网友附上一张两人的侧拍照，并表示还原你们这些柠檬精的不打伞。照片中看起来是两人共撑，而不是给老婆撑，也算是还朗朗一个公道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